接下来大家除了获取以外，咱们说另外一个功能，注意这功能一定要记下来啊，非常的关键，大家。第二个功能啊，刚才进行热身一下吧，是吧？就获取呢，它比较好想，也容易好也容易按照面对象呢，好知道这些功能都有干嘛的，对吧？哎，老师没把那方法名写着，看到了吧？我希望大家自己能把方法名写出来，听明白了吧？哎，第二个呢就是创建与删除，大家一个文件呢，我跟你讲，它怎么创建出来的？一个文件怎么被干掉的？他自己说最清楚，我调用他就完了嘛。我说你来，哎，走了；你走，哎，消失了。听懂我意思吧？他就自己消失了。那么创建与删除，大家你觉得他的方法怎么定义的呢？这个时候吧，对大家而言有点思考难度。你认为如果有这功能，返回结果是什么？有的哥们说 VOID， 这种情况是可能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反正是创建嘛，是意思吧？创建完就完事儿了嘛。那万一哥们创建失败了呢？那你啥机会不给我呀？那我就拿我也不知道出啥事儿了呀？那文件不存在，那怎么回事啊？你得告诉我吧，是大家。所以啊，这个方法的返回类型啊，很特殊，是不然的，很好想吧？创建成功就为真嘛，创建失败就为假嘛，是不是啊？你只有这两种情况 ，OK？崔老师，我介于创建成功失败之间，你有个卡着，不行的，哪个方法是大家？你想想这方法有没有参数？有没有参数？文件名啊。我都把那名字封装成对象了。看名字呀，要是名字你就干脆告诉我位置算了，位置也被我封装对象了，你也多丢人呢，我操啊！我这封装了半天都白封装了，这个是不是？我这连路径，我这带名称，我全有啊，就是嘛。所以有参数呢？没有，大家来找找吧。不然他崩溃了，我不找 API 了，我头疼。到底哪个创建呀？不知道，这谁知道？创建是啥来着 ？Create 是啊吗？那个什么东西呀 ？And delete 演示是吧？搞这啥方法？我呢就来一个 file 等于 new 一个 file 吧，就来一个叫什么呀？就是这一点天地吧，好吧，我这么写都烂透了。几个 file 我呀现在想创建，我也不知道是否创建成功，我猜布尔行 file 点上一个，大家看是不是布尔行方法很多，是有晕的地方，它哪个是呢？咱来一起阅读一下啊，它能返回布尔行的方法你了不起也就是五六十个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哥们儿读也读得完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啊，首先啥意思啊？是否能执行？是否能读？是否能写？哎呦，我证明得起了。不懂英文哥们的福音。create 是创建的意思 ，new 是新的意思，非要是文件的创建新文件，给力不？对吧？太给力了，好吧？行动 OK 了，大家。我打印一下，叫做 b 等于加上 b 就完事了。这怎么个情况？还给我画红线了呢？大家也试想，如果哥们真创建成功了，是不意味着在硬盘上多一文件？他是不是在防我硬盘？所以才会发生异常。这一场毫无疑问哪一场？应该是 I/O 一场。哎，跑这么大个了吗？这能明白了吧？好了，大家，这个完事以后呢，我带你们看一眼哈，运行一下，真不？
有吗？有了，他居然能创建，请跟着我写点数据，大家注意往下看，我再运行一次，走你，怎么样？打开，在不在？和输出流啊不一样，对了，大家，和输出流不一样，叫做什么？如果文件不存在，则创建。那如果文件存在，则不创建。而输出流是不是我管你在不在是覆盖啊？除非你指定处哥们续写，否则就是盖，就这样的啊。创建老师就不用再多说了啊，其实还有个方法在这儿呢啊，叫做 create type file， 就是创建临时文件。你可以指定前缀名和后缀名，也就是说你的前缀名后缀名吧都给它指定，叫做点儿 TID， 怂掉了，点儿什么东西呢？你可以自己指定这个文件的后缀，你解析的时候也解析着自己的后缀就完事了。那就是给你自己程序啊创建好这个配置文件啊，创建好这个临时文件，只是干嘛干这用的啊。这个老师就不再多说了哈，创建动作在这搞定了，比较简单，一个 create new file 就 OK 了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要说一说删除了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这文件已经在了，咱准备要删一次。删的时候大家说删成功了为真，删不成功是为假呀，所以一样是不而行的。来一个叫做 b 就等于 file 点上一个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删除动作有两种表现形式，最常见第一个是 delete， 第二个是 remove。 那么来看一下吧，找什么呀？大家是这个吧？你要不愿意那么找的话直接摁个 D 好不好？第二个，哎， delete。 大家刚才居然看到意外收获了，是吧？大家来一个叫做 B 等，我干嘛重写？来走一遍啊，注意看着啊，我右键我一个运行，走你，消失，看了吧？这哥们能删，这多屌来着！哎，到这欧了呀，啊！哎，有的哥们说，老师，你刚才说的特殊情况是不是说一说呀？这啥意思？这是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就是在退出时删除啊，这个意思吧是这样的，就是说。我呢，举例子啊，我这儿吧就有这么一文件，有没有？我下面呢用啥呀？再用 IO 流啊，再对着文件进行操作，这能看懂吗？操作完以后呢，我再把这源码呀给它删喽，能明白吧？哎，可是呢，我这 IO 流操作完以后发现什么呀？我抛异常了。明白吗？这一抛一删还读这删不？就读不到了，记明白了吧？这个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说话哥们儿，一个把我删了啊！我文件一搞完，我上去干嘛呀？我来了一个 delete， 昂一个带字儿，就这样。说老师，你创建删掉啊？不。这个呀是在告诉虚拟机说，哎，我创建文件啊，一会儿帮我删了啊，退出了帮我删了啊，就这么意思，明白吗？他会帮你做这动作的 ，OK。行了，这个出一场也不怕，反正你退出的时候都结束了呀，帮你删掉就完事啊。这个呀其实没什么劲，老师带你玩有劲的吗？这是文件的创建和删除。接下来大家，你不是说它既能操作文件，又能做什么？文件夹。那来谁 ？File D R 就又来一个 File Look， 大家 A B C， 布尔型的 B 就等于 D I R 点，你觉得哪个方法是创建文件夹的呢？
我现在准备往下摁，大家记住一点，凡是 can 打头的 ，can 或者 is 打头的方法，它们都是用来判断的方法，听明白了？哎，除了判断没有其他功能，而像这种创建删除不一样，他们是要做进行操作的，操作完了用真假来标识结果。走走走，告停好吧。给力了吧？啥玩意儿叫 MKD 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一天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简称有没有啊？这个叫做 Make Directory Directory。对吧？欧了，欧了，创建一目录嘛。欧老师行不行？这个不行也行，我告诉你。当当，给力吧！哎，就欧了嘛，大家。A B C 来了啊！首先是坑的，没什么可说的了吧？欧老师，我把它干掉。哎呀，是没什么劲啊。那个干掉文牙会吗？那个老师懒得那个什么玩意儿，挨个想，低压点那玩意儿。行啊，干掉，明白了吧？哎 ，OK 了，哎，行了，这个，那个我弄一个啊。A B C 有没有？我再弄一个啊，哈哈，两千亿吗？运行，当当，咋的了？他怎么在呢？啊？刷新啊？哥们咋想的？魔怔了吧？现在，我就发现有一哥们儿啊，没事就在电脑上是这样。哎，右键刷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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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。我跟你讲一下这种选手吧，赶紧治病去吧，好吧？我这再不治来不及了，我跟你讲。为啥 ？Windows 的删除是从里往外删。如果你目录里边有内容，这个目录是不会删掉的，听懂了吧？嗯，记住这个啊。这个咱讲道是不讲回事啊？必须的嘛，好吧？别整丢人了啊。这是一个事儿啊。还有一个，我再告诉你们一点 ，Java 的这个 delete 的方法吧，要慎用。没删除倒还好，删除啊，这哥们是不走回头站的。明白了吧？直接就拜拜了，懂我的意思吧？行了，我给你们说一个更猛一点的，好吧？就是创建啊，有这样一种情况啊 ，A B C 有吧？我把 A B 都删了，我跟你讲，看着啊，我想创建的不是一级目录，是多级目录。当当，当当。一般像这种情况，绝对是心理扭曲。这不好使，这是创建单级目录的，明白吧？创建多级目录怎么弄呢？我就不写布尔行了，没什么劲了，是吧 ？Here， dir 点上一个 mk 有没有？是，有吧？很多啊。大家来弄一下吧，哎，一个弄，有吧？打开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鼠标摁碎为止，给力没啊？哎，多节目录啊，这我不再废话了。我跟你讲，最有趣的现象是这样，知道吗？就是有哥们说，老师，我想把它删了，看着啊。dir 点 delete，
我跟你讲，就这个结果，很多人都想象不到。继续讲。三班掉位了，害怕不？啊，害怕不？你搞了什么玩意儿？你搞了半天删啥了？啊？记住大家，我是故意帮帮帮帮搞了半天，其实怎么样？其实我这废料对象封装的是不是 S 文翔？对不对？最根儿上的嘛，这是前面是不是都负的呀？负不录嘛，就这意思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往这看，那 S 是真被干掉了。是来谁了？搞定。哎，欧这是吧？欧了啊，不再废话了。这个要搞清楚怎么回事啊，不是把这折子删掉，听懂没吧？哎，说老师，那我要是删 A、B、C 呢？啊？删不掉，对不对啊？里边有东西嘛，是吧？行了啊。这个老师不是都说了，创建多级目录也讲完了，那 DIRS 就完了，听懂了吧？ OK 了大家。